张馨予可谓是娱乐圈最幸福的姑娘了。她的男友何洁是一名武警特战指战员，他2006年入伍，至今已经荣获个人二等功两次，三等功一次，被评为武警部队中级反恐特殊人才，荣获武警部队十大忠诚卫士提名奖，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其实两个人的恋情早就可以从他日常的微博中可以看出，一起参加骑兵神犬，何洁替张馨予剪头发就表现舍不得。214情人节，张馨予在酒店晒出的脱手纱，这只手就是何洁。两个人的各种不约而同的晒照片，看看何洁的直装照，看到这好多张馨予的粉丝表示感谢李晨不娶之恩，李晨只配范冰冰。